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，我的天哪！从小我们就经常听北大荒、北大仓，但是根本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。现在我搞清楚了，北大荒之前是指的密山、虎林这些地方，在很早之前呢，这些地方它全是荒原。但是呢，在1954年开始，为了解决咱们国人吃饱饭的问题，1954年开启了北大荒计划。这个地方，王震将军点燃了第一把荒火的原始，就在这儿点燃了第一把火，把这个北大荒开始开垦，变成北大仓。现在的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是850农场，在王震将军的带领之下，从850农场开始，到851、852、853，一直到8511农场。再到后来呢，这个北大荒就成了一个集团，然后现在呢，就不仅仅代表的是这一个区域了，而在哈尔滨周边啊，在东北很多地方的很多农场，几百个农场都属于北大荒集团旗下。现在北大荒搞清楚了，对吧？现在呢，在这些特别大的农场的稻田里面，都有很多很多的稻田话，接下来敬请欣赏。850农场这边建了一个高台子，方便大家去看稻田话，我们也上去瞅一眼先。站在这个建筑的上面也看得不是特别清楚，一会儿老郭飞个无人机仔细的看一看，仔细的拍一拍。冬天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，所谓的那快乐是将在店里最轻盈，听到累了都在睡过，配平方面听到怕了，谁在多想呢？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，吉他弹奏命中感情醉，阳光洒在路上却不怕心碎，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、yeah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歌谣继续奔跑，微微笑像是高的梦，我知道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，会找到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歌谣继续奔跑，包围微笑像是狗的梦，我知道不要哭，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，会找到回到最初的美好。看看眼前这一片，这可都是大米啊，这个多少个袋大米呢，我都激动的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而且看这边的水稻都出穗了，这每一个每一个里面都是一粒大米啊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说的就是他。对呀、啊，我咱们那边水稻少，都是麦子，都是麦田，而且这种稻田里面做化的咱们之前只见过油菜花。对，咱们那边是油菜花。对，油菜花地里面，然后弄的各种的造型，各种图案，然后第一次看到水稻地里面的这种图画。而且东北这些地啊是真的平，地是真的好，我感觉这边长啥都长得特别好，玉米长得也好，稻子长得也好，人参长得也好。眼看着这边的雨就要过来了，我们所停的这个位置呢，它不适宜驻车，所以我们现在接着出发，下一站。好啊，大雷下雨收衣服了。这也太迅速了吧，我们俩还没有定好去哪儿呢，这雨眼看着就要过来了。哎呀，一下凉了。是啊，一下凉了。一下凉了。离开850农场，我们接着赶路，接着我们的东北边境之行。让自己快乐快乐，这才叫做意义。冬天的纸飞机。哎呀，雨大了，还能睡个安稳觉。我刚看一下天气预报，就下这么一会儿，然后明天照样30度。算了，那我没说了。现在23度了，已经降下来了。就下这么，下40分钟，然后雨停升温，然后明天这样。那就是加点水接着煮呗，是这意思。
感激这点雨吧，要不然你现在还难受。哎呀，又打雷了。我们今天停在了一个虎头游客服务中心，这会儿雨又开始下大了。外面的气温非常的合适，就是车里面还是有点闷的。去车里面把窗户都打开吧。窗户打开，我们俩本来刚才找了一个非常美的营地，结果人家不让停了。现在因为这个疫情影响，很多野的呀啥的都封起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停在这种服务中心呀、停车场呀。房车的乐趣就这样少了一半。好家伙，倾听着雨声。哇，这才叫房车声音。好大的雨啊，对不对？这下舒服了，这下舒服了。天气预报也不准，雨下大了。哎，20度现在，没有20度。要不你再问一下，拉个仇恨。每日一问，今天多少度？今天下着雨，可凉快了哟。